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说的如一见根见诸法界，听根、修根、常根、触根、觉处觉知，通通都周遍法界，无处不变，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地方的见，六根同时升起功用。那么因此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众生的根性周遍，以真如自性无处不变，道理是相同的。这个原因就是顺业发现。现在我们造人的业，生在人间，就是见到人的一切，人所能见到的我们都能见到，人所能闻到的我们都能闻到，所以这是一切都是顺众生的业力所发现，所以具备这个无处不变的道理，用不着去细细去观察。我们明白这个诸法通通都是周遍，每一个人的六根的根性也是无处不变，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显示如来藏性里面无法不具，无法不包，样样周遍。接下去说，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计多，但有言说都无实意。世间人没有这个知识，无知说明世间人没有佛的这个知识，没有这个佛法了知的知识，所以他迷惑，迷惑了认为哦，或者是因缘吧，或者是自然吧，执着因缘自然的这个错误的见解，这些皆是世心分别计多，就是众生的第六意识心，在哪里分别，在哪里计量，在哪里量多，都没有实在，都不是实在的。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只有言说，没有真实的意义。那么明白这一点，这根性是无处不变，六根的根性无处不变。这个见大、根大，只有楞严经才说，其他的经里面没有，因为大乘佛法讲大，讲到六大为止，后边的四大，他没有根大啊。这里特殊讲根大，实际上无法不周遍，法法皆周遍啊。那么不但是六根根性周遍，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无法不变，明白这个道理啊，增加一个见大，并不会难了解。那么关于增加见大的道理，前面已一开头就说过了。第一，顺前收前文；第二，顺后文；第五卷六根生死轮回也是他，安乐妙常也是他，顺着这个文字，所以说这个根大，这是第二。第三，顺圆通，因为二十五圆通里面，这里主要讲的是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耳根圆通就在六根里面，还有大势至菩萨六根圆通，因为后边的这个二十五圆通里面有六根圆通，有耳根圆通为主，那么因此之故，如果没有这个根大的话，说法不变，
说法不够圆满，所以楞严经必定需要说七大，有根大，有见大，原因在这里。接下去说十大，第七十大，看这经文，阿难，实性无缘，因以六种根尘妄出，你今遍观此会甚中，用目宣力，其目周视，大于镜中，无别分析，你是仪中，次第飘直，此是文殊，此富罗农，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佛，此是了知，为身一见，为身一相，为身虚空，为无所因独然而出。先说这一段讲师的佛开头对阿难说，实性无缘呢、啊，缘是根源，这个诗只讲前六诗，只讲前六诗啊，在言的眼识，眼根对色尘生起眼识，耳根对声尘生起耳识，鼻根对香尘生起鼻识，舌根对味尘生起色识，身根对触尘生起身识，意根对法尘生起意识。前五识，前五根对五尘升起的五识啊，前五识直照现量镜，照现量镜，犹如一面镜子，由近现前它就照，但是它不去了知镜里面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它只是照，镜子照一切的沉静由相现前，可是镜子无知，镜子是真的无知，因为它是无情之物。这个前五识啊，有知，它是有知的。前五识镜现前第一刹那直照镜，例如我们的眼根对着色尘，第一刹那看到这个眼根所对的色尘呢，那是眼识，直照当时的现量镜，它不去分辨。那么分辨了，就是第六意识出现了。第六意识啊，它跟这个前五识同时升起作用的叫做同时意识，跟前五识同时升起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前面五根对五尘的时候，它根柱就升起来，这个意识的作用就起来了，叫做五俱意识。眼见色还没有分别的时候是眼识的作用，分别了那是同时意识升起的作用，是意识的作用。所以这里讲的是注重讲第六意识，而包含前五识这个识的体性啊，它没有确定的源头。为什么？因为它来无所从，他怎么从来呢？从哪里来呢？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去了他没有到一定的地方去，没有固定的地方，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所以叫做无缘，因此叫做无缘。而身的体性啊，就是了别明了分别，身的作用就在分别，了别为性，他能了别这个所对的境界，他去分别既然他没有一定的根源，来无所从，去无所至，那这个六根对六尘升起的六识怎么样子出来的？
因以六种根尘妄处，因为前面六种那个六根对着六尘的境界，六根对六尘这六种，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由这个六根对六尘的虚妄所对的境界的虚妄，可是生出这个虚妄的六识，这个六识是这样子生起来的。六识这样生起来，要分别这个根识，前五识跟第六识它的差别在哪里？下文呢有分别这个道理。你今遍观此慧甚重，你指阿难，你现在周遍观察，在楞严会上大家这些听经的听众当中，这个法会里面的慎重，慎重指已经断烦恼了生死的，因为下面指出来的像富罗农啊、摩建连啊、须菩提啊、舍利佛呀，他们都是阿罗汉，这些阿罗汉都是已经断三界内的见识烦恼，最起码三界内的见识烦恼断了，超出三界生死已经了了，所以他们是慎重。文殊更不用说，因为文殊师利菩萨他是过去七佛之师，他已经成佛，示现菩萨来做度化众生的这个工作，所以呀、这些指出来的都是慎重。所以说你现在周遍观察，现在在法会之中，这个楞严法会里面所有的圣人的大众，用目寻力，用你的眼睛去看，寻就是顺，顺住当时的大众，一位一位立过去看，其目诸事啊，但如镜中无别分析。你的眼睛在周边在视，就是看，在看的时候啊，眼根对色尘，好像镜子对住这个外境，照出外境来，他没有分析，镜子无知，你的眼睛有知，分辨出已经是能够照出前面的境界，前五根只是照镜而已，对五尘照镜而已，那么你的眼根对住色尘所看到的人，这些色尘也是照镜而已，而你的眼识也只是照到这个境界，并没有去分辨这些是什么东西，那么你是一种次第飘之是，这个是就是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同时意识就升起来啊，你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同时意识升起来，次第按照你眼睛看到的标示出来，指出他是什么人，所以下面就分析他所标示出来的指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哦，这是文殊，此是文殊，这位是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他在楞严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眼看到是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文殊以外其他的佛的大弟子，其次次就是此富罗罗，富罗罗详细叫做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富罗罗的这个名称这个前面也已经说过的就是满慈富罗罗是满愿弥多罗尼是慈慈女满愿慈女之子，所以叫做富罗罗弥多罗尼子，把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把它合并起来做他的名字。印度人呢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好像都很多这种习惯把父母的名字做儿子的名字加一个子字所以我看到这里时时会自己开玩笑这好的他出家了，他如果不出家他生的儿子他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子子一直子下去嘛
觉得很好笑。那么印度人他喜欢这种的取名字，难道他知道他将来会出家吗？富伦罗在佛弟子当中十大弟子之一，他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到了第四卷，现在我们第三卷快要讲完了，等到这个十大讲完了就是开悟了啊，或本妙心就是开悟了啊。开悟之后第三卷结束就是第四卷，第四卷一开头就是富罗诺的话，就是富罗诺讲话，就是富罗诺请问。所以这个富罗诺在佛弟子当中他是说法第一啊。其次此目见莲啊，阿难的眼睛看到其次一位尊者，就是目见莲。目见莲是神通第一，他的神通最大，力量最大，其次就是目见莲。目见莲大家都知道了，不必细说。而且后文这个第五卷的二十五圆通里面有他，富罗诺也有，文殊是选圆通的。其次此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须菩提翻成中国话善现善机啊，他们这就是金刚经的当机众啊。有须菩提请说，然后佛才说出一部金刚经来。须菩提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他是解空第一，他最能了解真空的道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临江要入灭，到桃李天去为他母亲说法。佛的三圣母摩耶夫人呢，后来离开世间之后就升到这个桃李天，在桃李天呢做天人。那么释迦牟尼佛临江要入灭之前，到桃李天为他母亲说法以世间的时间过了三个月。那么他下来的时候，因为人间的人三个月没有见到佛，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快第一眼就看到佛下来。那么因此目见莲显他的神通，从桃李天到人间，他用神通变化变出这个楼梯，跟楼梯一样的宝阶，众宝所成的街道，一级一级由桃李天下来。那么佛就踩住目见莲所变化的街道，从桃李天一级一级下来。那不晓得走多久呢啊。那如果是真的一级一级，不晓得距离多远。这个时候啊，大家急着要到这个宝阶旁边去见佛，须菩提没有去，他在石窟里面打坐在哪里修灌空他给灌真空啊，来见佛，以空为见佛之理。所以他要下来的时候，快到人间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尼有神通他想他是个女众啊，要到前面去见不容易，因此他就变化，这个比丘尼变作一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来了，大家就让开。哦，不得了不得了，转轮圣王来了，我们让开，由这个转轮圣王往最前面去那么等到佛下来，到了最下面一阶道人到地面上的时候，他就第一位顶礼的这个时候他就现出他的比丘尼的身份来大家觉得这个真上当了让个比丘尼变奏转轮王走在前面那么这个他很自豪的就对佛说，我是第一个见到佛的。佛呵斥他说，不是你见，你不是第一位。我最先见到，不是我第一位是谁呀？第一位见到的是须菩提。大家看看，须菩提没来嘛，须菩提没来怎么说他第一位见到？他说他在修空观，修空观就是见佛，他是第一位见到。所以须菩提聪明啊，他不要跑到宝阶那个地方去，他在石窟里面修观，修观就第一位见到佛比丘尼变成转轮王，
说是第一位见到，结果被佛喝止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啊，欣慰不好。所以因此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啊，他在石窟里面修般若的真空观，那么第四天王在空中散发啊，空中散发供养他。那么须菩提就问说，谁散发呀？他说我第四天王。哎，第四尼散发做什么？哦，我散发是供养须菩提尊者善说般若。你说般若说的太好了，所以呀、啊、我散发来供养啊。须菩提说，我乃无说，我没有说啊，我乃无说。第四马上答复说，尊者无说呀，我乃无听啊，无说无听。哎，因此自古啊，须菩提解空第一，处处表现他的解空第一啊。眼睛看到须菩提，其次呢，其次看到舍利佛。舍利佛他是声闻众的智慧第一啊，大家都知道佛的上首弟子哦，看到舍利佛，那么这样子一位一位都标示出来，谁去标示啊？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同时意识从眼识里面同时出现啊，分辨这些境界，此事了之。这个第六意识的能明了，能知道前面境界的分别，它的了知的功用，明白的作用，为生一见，为生一相，为生虚空，为无所因独然而出。哎，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的作用，能了知的作用啊，它是怎么样子生出来的啊？它，你这个第六意识的识了知的功用是生在见里面吗？啊，眼根的见性，见根见到前面的沉静，是你的第六意识是生在见里面吗？啊，或者是生于相，见是见分，生于相，相是相分，就是前面所见的一切境界，这一切境界都是相分自己变现出来的啊、这个相分，嗯，前面根大见大都是第八识的见分，嗯，现在这里能见的见也是由见分来见到外面的沉静，相分是所见的一切万象。现在所见到的就是所有的尊者们啊，文殊菩萨等啊，那你这个见的作用，这个第六意识是身在见分呢，还是身在对面所缘的相分，或者是身在虚空之中，不是身在见分，也不是身在相分，而是身在虚空，虚空生你的见，突然之间生出这个第六意识来，是这样吗？或者是无所因，没有缘故，无然无故，突然之间生出你的意识，嗯，虚空生的，相生的，见生的，或者是没有缘故突然生的，在这四种去推敲，以这四种去观察，究竟这个第六意识是从哪里生来？先观察第一种是不是从见中生，我呢？若你是信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即于色空，四种必无啊，原无你见，见性尚无，从何发师啊？先研究是不是从见生，说是从见生吗？未必吧。你是如果是从见中生，那么因为这个明暗色空的尚且都没有实体，那你的见怎么样子生起来啊？这个道理说不完，我们下次还是从阿难。
若你是信身于见中，还是从这个地方讲起，这个意思啊意义才能够连贯。今天只算是讲到为无所因独然而出，到此为止，以下的下次再讲啊。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新逢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三昧水忏、护身暨小蒙山，恭请湛山法师出法。日期10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药师宝忏除罪障，放生福寿广增延。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佛前大供护身祈福法会，恭请上广下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群共同领众。日期11月12日星期五，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文中文中生烦恼情，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嗡迦罗夷耶娑哈，嗡迦罗夷耶娑哈，嗡迦罗夷耶娑哈。晨昏
于行住坐卧间，以闻钟声时，即诵此偈咒。古德云：闻钟卧不起，护法善舍身，先前解不会，后世堕舍身。